千年历史可怕的暗杀拳，他的名字叫做北斗神拳。为了这种一派相传的北斗神拳，悲剧一直重演。 生长激素的效力。走！不要！放开我！不要！不要！不！你敢违抗我？我不忍心再跟你们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我决定不再为你们将这种特殊的生长激素注入无辜小孩的身上。 放开我！我要离开你。好，我会让你痛快的离开。要保命就赶快离开这里。看，你想阻止我称帝？走。 我劝你放弃野心吧，没有人能够阻止我。想要阻止我，我就遇佛杀佛，遇魔除魔，何况是你？
你们虽然没有错，你们的生死没什么理由，就看我们的高兴，真过瘾。对，嗯，叫他们通通下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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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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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车。 快，快点！救命！快，快点！救命啊！娘子，娘子，全部带进去，把他们通关好。是。嗯，快要死的人还要一条命来陪你，把狗给我，狗不是带进去，拿来。 不准你们伤害这个小女孩！我不相信！哼！来，小妹妹，你住哪里？ 不会说话，小妹妹，你会讲话了。 孩子顽皮哦，我是来找这里的人，东东的。哦，你是来找我弟弟的，来，跟我来。
我是叫东东，你们俩坐一下啊。哦，我的朋友带着他弟弟要住我们家哎。哦，你们两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们家被坏人烧了，无家可归，所以才来找东东的。哦，原来这样。东东啊。 你先带他们俩人去洗澡，把身子洗干净了啊！哦，来，谢谢爷爷奶奶，快去洗澡啊！来，来，啊，这给你擦。 姐姐，你帮我洗好不好？嗯，你今天长这么大了，应该自己洗呀。哼，我在我家都是我妈妈帮我洗的。<笑>好了，快去洗吧。妈，我好想你哦。妈，阿轩，大姐姐，你快走，快走，妈。 可怜的两个孩子，好好睡吧。 我不能一直待在这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替我妈妈报仇。阿咪，阿咪，快起来啊！我们要走了啦。 是你呀、啊，吓我一大跳！阿顺，你要走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太不够意思了。东东啊，我是上山找师傅练武功哎。上山？山上真的有师傅啊？去找就有啊，难道还要师傅下山找我们啊？哦。哎，阿顺，你这样上山是不行的。嗯。哎，我们先准备准备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。 Thank you.
应该知道，世上最强的杀人拳叫做南斗凤凰拳。有了你们的帮助，无疑是如虎添翼。多谢你了，主任。今天有个叫北斗的人阻拦我们的工作。嗯，北斗，是他，我不会饶了你的。你们辛苦了。 谢谢主任，谢谢。
擅长，你太残忍了吧！ 在你这里连一点温情都没有，温情那是不能卖钱的，要有真本事，大本领，才能够出人头地。物尽天择，适者生存，不适者淘汰。哼，既然素质所限，留在这世上也没什么意思，我给他们一个痛快，也是为了他们好啊。你强词夺理，蚂蚁尚且偷生，何况是人？你这样下去会变得更残酷的。 静儿，主人，红金大概可以派上用场哦。他走给我的威胁太大了。嘿，这个我办得到。别怪我心狠手辣。 他不惜牺牲，他很需要你，还不快点回去？我比你还要心急。妮妮，妮妮，啊，奶奶，哎呀，宝贝孙子，你受罪了吧？上哪儿去了呀？我跟那个师傅上家练功哦。啊，他呀。 你怎么可以跟陌生人一起练功呢？哎呦，你看他怪里怪气的，一定不是什么好人呐！不是啊，奶奶，他是个好人耶。哦、哎呦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先回去再说吧。回去啊，一起来一起来。走。爷爷奶奶，回来了。你跑哪儿去了？把我急坏了。<笑> 东东啊，今天哈，你回家了，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哦。对对对，今天是东东的生日，我们买一个大蛋糕，好好的庆祝。我去买。姐姐，我跟你去。好啊，我也要去。不行，你要听哥哥的话，在这边等，你不要去。好嘛，姐姐，我们走吧。走吧，乖啊。姐姐，嗯，姐姐，这样行好不好？ 不行嘛，这很危险的。姐姐，你不要小看我好不好？骑车技术啊，我是一流的。真的吗？好，让你试试看。哇！哎呀！你看多危险啊！这是我智慧之外的技术啊！快下来。
把你们除掉！好，好呀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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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你已经中了我的北斗七星点，五秒钟之后，你就完了。啊！哎哎哎！哦，大大大大，哦大大大，哦大哦，哎呦，哇，这个有够厉害！怎么样，北斗神拳厉害吧？嗯，的确厉害。不过再加上我的聪明智慧，会更天下无敌。 阿龙哥，对不起啊，原来你也是被陷害的。我还以为你是那个坏蛋呢。玲玲，我们走吧。嗯嗯。哎哎，喂，北斗，刚才对你的误会，真是对不起。嗯。 是谁叫他去假扮北斗的？街头知道主人不喜欢北斗，所以他才这么做的。你知道北斗不受欢迎。 去把他解决。是。尤莉亚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尤莉亚，你怎么了？ 爷爷奶奶，好可怜啊！你别难过，歹徒已经得到报应，你爷爷奶奶也该瞑目了。别哭了，你爷爷奶奶永远活在你的心中。尤莉亚。 现在在我这里住好了，我这里很安全，我会全心全意照顾你的。谢谢阿龙，谢谢你。走，我陪你出去走一走，散散心。北斗。 不会让他继续猖狂下去。要救孩子们，全靠你了。嗯，你要对我有信心。嗯，你不但是个大丈夫，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。
哎，楼打，打死他呀！哎，楼打，对不起啊！啊，哦，啊，这是意外。哎呦，你这个斗鸡，你想把我眼睛撞瞎是不是？哎呀，哦，你来打，我打，打，好，打。 我就要你的哦。对了，还有点我不明白，北斗，刚刚你跟尤莉亚在船上怎么没有穿衣服啊？杀鸡儆猴，你说呢？要是人人都临阵退缩，你还能号令南斗圣权吗？嗯。主人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主人，饶命啊！ 好一点了吧？嗯，好一点了。快点啊，快！别杀我！快救我！不要杀我！林，你快走！
我在等你南斗圣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。现在呢？现在不行。女人是要男人追求，要男人等待的。难道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？那男人呢？男人最大的魅力，那就是权力。我等你。 30%的潜在能力，而我北斗神拳却能发挥百分之百的潜在能力。你们给我的刺激，却助我的北斗神拳更发光彩。我不信，你在我眼中算不了什么了。我注射了特殊。 长得这么高，这么壮，我有特殊的体质，除非你破坏到肌肉筋骨以及心脏，否则你的北斗神拳发挥不了作用的。北斗神拳是万夫莫敌的。 乖乖，在那边，不要让他给溜了。我看不行了，这人都斗不过他的，你想死啊？我们呢，不是他的对手了。哎呀，我们利用了机会来了，打败他，我们就是小兵立大功。我不敢去啊，要去啊，你自己去啊。怕什么？我有这一只。啊？啊？来，嘿嘿，哎，火箭筒哦。对呀。这下他死定了。哎，走走走，快。 扶我走啊！我看还是由你来开啊！我不敢呢，哎，这个我不会。哎呀，你放心，还没有开保险，安全的很。安全呢？好，那我来。哎，走，哎，来来来。
保险，当然不行。是你哎呦，你还要开保险呢？当然要。哦。哎呦，扎这么大个洞啊！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啊，徐国龙，徐国龙，你在哪里啊？啊，我在这里啊。哎呦，你岂有此理！好小子你，岂有此理，笨蛋！在这种情形下能够保住性命算你命大嘞。嗯，对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我们一定会成功。是啊，小兵立大功，大功再来。我们不能莽撞，要动动脑筋，来个声东击西欺敌的方法啊。什么是欺敌的方法？你要看我的脸色开炮。看脸色开炮。对，要看我的脸色开炮啊。记住哦。看脸色大狗喂。看的，嘿嘿，这个脸色好看。太好，你怎么又炸我呀？看脸色。哎呀，我看还是我来打吧，让你打，你这不是打死是我死。你打叫你打吗？自己说看你脸色的。我打呀保证安全，看着啊。你给我一枪啊。好舒服啊。一个人一枪公平了吧？2-1啊，我还赢你一分。你这种奖太危险了，我们还是不要用啊。来，你拿用这个啊，手榴弹呢？对，手榴弹。来，好，嘿嘿。在那边看我的啊。我们是小兵立大功啊，再用。小兵立大功，再用。切。主人，迈克来了。很好。辛苦了。
哪里？哎，请。谢谢。哈哈 m i 你带来什么好东西给我啊？我带来一包新药。每次只能注射10cc。药效很强。过量注射会丧命的。嗯，好。嗯，每斤10000，马上将这批小孩改造成最忠实的部下。可以。嗯向我报告效果。好，是，马上办。主人效命的，对，我们一定替主人效命。哎，这个新药果然很好，主人一定会高兴的。我是来找山茶的，与你们无关，你们请吧。请。你们统统给我走，你们走啊，走走，滚啊啊Thank you.
瘾过瘾，真过瘾。像你这种对手，是我一生之中最希望碰到的。今天我绝不会放过你的。这也是你最后的一击。尤莉亚，今天是你潜逃的好机会哦。你愿意帮助我？对。嘘。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走。谁也回家？快来帮忙啊！快点！到底是谁？Yeah!
心帮南斗作歹，是南斗山茶，他控制我，我身不由己，我活着好痛苦啊！告诉我他在哪里？他在船上。哦。哦，尤莉亚。我们走吧。神拳的传人，不再跟你玩捉迷藏了。心拳怎么只伤到这种程度？
天空不需要两颗吉星，北斗神拳2000年的历史就在此落幕。要破天的北斗神拳奥秘。山茶，你还是无法打败我。已经不惧帝王之名，不过是普通人了。我是南斗圣泉最强的人，有了胜负了，帝王没有败。有情拳，不用有情拳，要我死也以有情送我。圣地的帽已经毁了，你的生命已经完了，找一个最佳死处去了结吧。